Tomato。假商人。OK， 还没赢。我之前才在好奇假商人长什么样子呢？嗯，原来就长这样子啊。OK。他唱歌好笑哦。哎，什么？那你到部落格看看呢 ？Like below you， 我部落格上方有切换，你看 YouTube 会不会比较顺？对啊，假的商人。啊，好笑、哦。我很想大笑，可是又想要留有他唱歌的原汁原味，你知道吗？就很难停止的笑。好的，好的，没了，没了。阿龙呢？过来啊！阿龙是哪里去了？